不算上赢的啊，我们输了14把。德厚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德厚啊！在我的对面居然敢拿出剑魔这种英雄。炸弹人儿，为什么会有炸弹人儿这种东西？我就用炸弹人跟泰克的可能是双排的。人家在王者局输输赢赢，你在宗师局输输输，他碰的人也是宗师到大师的，哪有？你以为俺那王者的碰的就都是王者了啊？没有那么多王者，每天都一共王者就300个人，无非我就给你每盘10个人抽对局才30局，就每个人都在线的情况下，还得是。还得是每个人都得在线儿。10个王者局很少的，你知道吧？王者碰的也就是宗师、大师啊，差不多了。D 是 Faker 容易掉粉，我们有底气，我马上单杀他了，我不 D 死他。我这底气。哎呦我操，这个拉扯！回家，防止被打野干克。猴哥这波回家就很稳，然后这波我刷完石头人，我们直接二表克二 v 干掉剑魔了。可以，我就是读到了你的想法。我用不用借你个血瓶？你吃一下呢？但是这波兵线是回推呀、啊。嗯，我这队友啊，可以。就都妈的。哎，致命点人！哎，死兄弟！哎呀，这个人头不是你的，有点可惜了。这不用推吧？不用推，他要传的。我不推，不推，我推。对对对，他要传。这个中单为什么脚闪现还死了？菜，为什么？因为菜。哎，剑魔在你左边，在你左边，在你左边。哎，我死了。哎，这波够呛了，这、哎。他的是瞎拼信号，我能跳上去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在拼小人，在我上面，然后小人就在下面。帮倒忙啊，真的是 bug， 这个人真的是西吧。我是真的给这中单害死了。我从上面走能走的。蓝枪易用了是吧？蓝枪在下路打那个。哎，这个中路真的，这都能给抓死，我也是服了。阿古丽太死了，敲都敲切死了。我靠，那是那抓死的呗。敲都敲死了。nice 啊，兄弟！
哎，这波还好后面打回了，不然这波差点又给节奏给这个杰斯带崩。小伙子，你现在的肖钢一会儿将成为你自己的坟墓。你现在有多嚣张，一会儿你就有多难受。我跟你，哎呀，我的兵，请问蓝枪在哪儿？蓝枪应该在这里，没事，我在，我也，你只要不你有闪现的，没事，要能拉下去，你要不要给杀？我六级了，我刷完多了六级，直接干他们。可以先杀，待会先杀剑魔，剑魔没钱。其实我这波有点想回家。算了吧，我把他杀一次，我再回家。我这满状态，没闪、啊、也没意义。六，他六了有点难下。他一个剑一个盾，不，攻守防备，不强杀。剑盾组合。哎呦我操，这也能打着我。那救一下我吧。有点费劲。看了，不用来了，我自己有点费劲，自身自灭好吧。中单过去了。不浪费他们时间好吧。休息浪费时间。来吧 ,nice, 这波很完美好吧。你这边小人少出了一波线，我把对面蓝枪单杀了。这波直接相当于血赚，你送塔了啊！哎呦我行啊！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，这把已经拿下，对不？这把拖了他们中上一点时间，好吧？还下路这边来枪，直接赢了，下路优势稳拿下，上路也是优势，别忘了。可以，那这把中除了中路不是优势，中下也都中路混一混，中路拿了两个人头也还凑合。对的。又拿下了，必拿下！我打剑魔，我死给他打出来。我这辈子最乐意打的英雄就是剑魔，除了反甲不点孩的剑魔都行。那天碰个神级理解的剑魔，给我出了个小反甲加上不点孩，我直接人傻了，打不动。你说他们这帮猴怎么都不出水晶瓶呢？这蓝够用吗？他搁这使劲走，我都看他往哪走。蓝枪在上，蓝枪在上，随便来。蓝枪敢在上路，我就敢拿双杀。哎，你能给我红开不？把蓝枪杀了。可以，我去瞅一眼。算了，这波去瞅红，我要拉兄弟。这我有点害怕呀。这个线有点垃圾。对，我这有点害怕了，稍微等一等。要不你直接去吧，这个线你要被抓了更难受。啊，他打峡谷呢。啊，他打峡谷。小鱼人闪现把我杀了，我看到他位置。我要下去拉了。哎，能跑吗？嘿呀，跑！往哪跑，兄弟？哦，这跑。往哪跑？他能打得过我吗？哎，他硬好了，打他。肖钢，肖钢，肖钢来。死了，死了，把线推进去。剑魔有踢吗？你干啥呢？啊，他被我卡位置了，他只能这样过来。哎。没引燃，没闪现的，没引燃，没闪现的。我有闪。这
好了。敢在我对面拿剑魔，德赛都不敢拿，哎呦我的天！阿古尼汤也死了。蓝枪交闪没有？忘了，好像没交，没交。哎呀，这个走位可以啊！小驴人过去了。这标没扎到，没扎到。OK。哎，买不出来。哎，我这标没有扎到，好奇怪呀、啊！我操，这不扎到直接杀了，有点小断节奏了，这不还行，下路把塔拆了，把龙拿了。拿龙，拿龙，拿龙，拿龙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再见，告诉我一下。我感觉暴雨的 Q 有时候真的是哪有 bug 一样。不要以为你放了大招我都能摇过你，别给我来这套。我估计他可能搁这打字儿呢，你们觉得呢？下路这么多钱都没吃的呀，吃我吃哟，出错了。真的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猴最好打的英雄就是剑魔，没有第二个。对面好像挂机了，我对面打对面辅助已经，对面 AD 已经挂机了，无敌。哎呀，他不用了那波塔直接挂机了。哦，挂机了。拿下了，哎呀，转运了，转运了，转运了。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！该连胜了呀，就这么多大了。该有正常队友了呀，把拿走。这里怎么会有个塞纳呢？那花旗呀、啊！小明在我这装什么？啊？嗯？我包他来了，你们很怕这蓝枪吗？哎，好不翻好吧，残血逃生。回家了，又拿下一把，兄弟们。哎，打得我腰疼。本来上单老祖要给我做视频了，我感觉真的，本来以为我一个
韩服第一侯，加国服第一侯，双第一侯，能来手上单博弈。没想到啊，两天掉了100多分，200分。